今日嘅呢個禮拜嘅預示我聞咧，就第二節咧，現在開始。咁啊，上一節講到咧，耶教裏邊咧就有所謂魔鬼，而呢個 Lucifer 咧就係魔鬼王，佢係本來係好靚仔嘅光明之子嘅一個咧天使長。奈何呢他有因为妒忌呢传说的作反率领了三分一的天使呢成为了魔鬼。三分一个数字其实很多的几万几十万或者几百万的天将天兵不讲得少了。因为呢这个教义里面呢讲述到有魔鬼这样东西。于是乎呢一切的邪恶都是魔鬼引诱人类造成的。本身魔鬼亦是一个呢不好恶的恶的象征来的。咁好多人咧唔信教嘅咧，就會問點解上帝唔遷滅咗魔鬼？咁呢世界咪全部係好嘅咯，美麗嘅啦，冇醜惡嘅啦。咁啊喺神學裏邊咧講到，上帝交予咗俾人咧有一個所謂是非之心，有佢一個自己的性情可以选择好与不好。这个这样样的freedom, 这样的自由呢就叫做意志的自由。你可不可以自我决定自己的意志呢？那这个听上来相当之有趣味的题目。但呢你查完圣经呢是没有 freedom of will, 意志自由这几个字的，是神学上研究出来的。好啦，因为有邪呢，所以呢在天主教当时的教廷呢认为呢魔鬼呢经常会作祟。到今日为止呢亦相信呢有魔鬼作祟呢个咁样样嘅观念。点样睇得呢？因为呢喺天主教嚟讲呢仍然呢有驱魔嘅。我哋睇过73年嘅驱魔人啦，佢神父呢同呢个受到魔鬼缠身或者入咗身嘅可怜者呢或者受害者呢驱魔，卒之呢老嘅呢就心脏病发拜拜啦。而后生嘅呢亦将魔鬼前身魔鬼呢注入自己身上高，然后跳楼一起命丧。而呢嗰个女仔呢受到魔鬼嘅入侵嘅女仔呢最后呢都能够呢恢复到佢嘅健康，恢复到原貌。呢个呢听讲呢係由一个真实故事改编而成。咁究竟有冇即係驱魔嘅呢？係咪有冇魔呢？有没有魔鬼的魔呢？在基督教耶教的讲法里面呢是一定有的不会没有的。没有就成个宗教不建立到的了。魔鬼是一个反面的证明神的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证据。所以呢天主教到现在呢都有驱魔。
但係佢驅魔就唔係話全部人嘅神父啊、主教係可以驅魔，係教皇咧頒布咗一啲名單，呢啲係專家嚟嘅。啲專家咧會從事一啲咁樣樣嘅驅魔活動，好似當年咧耶穌一樣，驅逐個魔鬼出呢個受害者嘅身體。咁當然咧，巫咧呢樣嘢咧係冇法子證明係正面嘅，於是乎咧就當咗係壞嗰方面啦，因為佢能夠有啲超能力嘅超自然嘅方式嚟到去令到人咧，其他嘅人咧吃驚，而實際上咧喺耶教嘅教義裏邊咧，只能夠係神或者耶穌，或者佢哋耶穌或者神賦予嘅能力嘅其他嘅人係可以做呢啲神蹟嘅工作。你喺天主教嚟講咧，聖母瑪利亞都得。唔係個個人得㗎嚇，唔係個個聖人都可以嘅。咁咧，這個巫咧，所謂巫者，就係、是、一種超能力嘅現象。呢啲負責產生呢啲力量嘅人士咧，可能係男人，係巫師，可能係女性。巫婆，咁佢哋咧好簡單一個邏輯，好樸素嘅邏輯，佢哋就係同魔鬼有染，而且咧係受到魔鬼嘅差使嘅。嗱，咁樣仲還了得？呢啲人咧，一旦發現咧，或者審理清楚咧，就會被消滅嘅啦。當年咧有兩個神父，多明利，我教會嘅神父，作咗一本書，叫做咧，而家中文咧有嘅譯法，有叫做《天使之錘》，或者咧叫做《魔鬼之錘》。這個咁樣樣嘅書咧裏邊咧。就記載咗巫啊呢一種巫師，無論男女，佢嘅特點喺邊度？點樣審訊佢？最後點樣懲治佢？咁中間咧喺二百幾年裏邊，死咗大約75萬人咁上下啦，都係咧。牽連到咧呢個巫師被教會天主教會殺死嘅嗱，這個數字咧仲係未有正式統計，牽連甚廣。尤其歐洲嘅時候，佢哋咧嘅組織咗一個叫做法庭，這個法庭呢就不是世俗的法庭，是一個呢宗教上的法庭，他們叫做宗教裁判所。這些神父或者裡面的法官呢都經常呢引用這兩位多明尼我神父的寫落嚟《天使之錘》一個錘嘅錘啊嘅內容咧，嚟到去判定邊個係巫，或者係邊個係巫師，邊個係巫婆。咁當年咧有好多咁樣嘅婦女咧，
大部分都上了年紀嘅啦，佢哋咧從事緊咧一啲我哋現在講叫赤腳醫生嘅工作，即係話咧佢哋咧喺鄉間啊或者小鎮嘅地方咧，就同一啲人咧醫你一啲咧小病，往往咧佢嗰個成功率都幾高嘅。甚至乎咧，有啲係接生添。咁啊，英國嘅國嘅文字嚟講咧，就叫呢啲叫 cunning woman。啲 cunning 咧喺現在解釋咧係奸狡、狡猾，但咧一般嚟講 ，cunning 咧就係聰明、好醒目嘅女士，因為佢哋有咁樣嘅能力咧。好多人呢就覺得佢哋嘅能力唔係由於天主賜予，唔係耶穌賜予，可能係呢、這個魔鬼賜予。哇，這還了得，呢、這個就變成咗呢一種異端邪說。你知道呢，天主教嘅教會呢早期啊，對於異端邪說是如何去處理的呢？一般來說呢，是燒了它。不是燒本書，不是秦始皇燒本書那麼簡單，又不是坑儒那麼簡單，而是呢將這個所犯罪的犯了這個無做作為無事或無婆的人這個異端邪說的罪名呢，可以綁在火把上，一把火燒了它。現在辣辣你呢都很痛，何況呢還要下低透火，然後呢煮熟你，個人呢變成焦炭，一陣臭味，嚇都嚇死了。但是很多人去觀禮，去觀火，覺得咧咁樣樣咧係大快人心嘅事喎，唉，好可惜，咁樣樣嘅情況咧，香中國曾發現，未曾出現過。其實咧喺中國乾隆時候咧，曾經出現嗰、那個風波，呢、這個。所謂同獵毛啊，剛才正話講得係咪獵毛嘅風波咧有關？呢、這個咧由孔飛力一個外國人咧寫一本小説叫《叫雲》，喺《叫雲》嗰度咧詳述咗咧一個咁樣嘅故事，亦好多人咧因此而往死。在這個獵毛的階段的最後呢，到了18世紀的時候，還是有一條法律是懲治這些這樣的所謂巫婆巫師的。甚至乎呢遠去到美國西林的地方，這個就是呢現在呢很多人都說沙龍煙、沙龍香煙的西林的地方。當年呢亦有後生的女仔，或者中年或者老年的女人，都受到呢獵毛啊這個風氣所摧殘，因而呢被處決的。你知呢在英國蘇格蘭呢都算是文明少少的，他們處理這個巫咧，巫士或巫婆咧，佢哋唔用火刑，佢哋系用民調，即系话咧，将佢哋咧挂喇鴨，将佢挂咗喺一个绞刑台上高，而吊死佢哋。中间有冇冤案咧？我夠膽讲，全部都系冤案。点解？因為所有的證據、所有的講法都是
行刑下、酷刑之下所得翻嚟嘅，而且好离奇古怪添。点样样系一件猎巫嘅事实呢？西方喺欧洲火烧，喺苏格兰，喺美国民调，我哋下回分解。我哋咧下个礼拜即将准时同大家分享呢啲如是我闻嘅猎巫嘅好得人惊嘅事情。咁啊，我哋请咗一位老友咧，同我哋翻译成咧白话文。而家咧，我哋嘅技术员咧进行紧咧上紧字幕，上两集咧嘅字幕好快同大家见面，今次嘅字幕亦会同大家见面。有埋字幕咧，我相信咧会大家好睇啲。咁同时咧，其他节目我哋都准备紧为佢哋加字幕嘅。好多谢各位收睇，同埋好多谢各位嘅捐赠。好，就此咧，今个礼拜拜拜先，下个礼拜再见。